同学们，晚上好。有人吗？有人在吗？有的。哦，哈哈哈哈，太晚了啊，辛苦大家了啊。好的，在就好。这个今天晚上跟大家临时增加了一节课，因为我的想法是，因为这期的集训班啊，事实上我给大家安排的课程是容量是很大的，我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期学习，对《梁祝·情障亭》里面的主要内容没有盲点，不再有盲点，就是从梁祝原理到这个基本的梁祝这个元素。我们就全把它上掉，一直到18讲，就全部把它上完。所以实际上这个课程，我曾经讲过，真正把《梁祝·情障亭》这本书要讲透了，2期，至少要2个月，这个2个月。所以说我今天我想赶一下时间，还要给大家讲其他的内容，所以就敢加一下。那么这个周末呢，就给大家再讲这个量性，量柱的量性，就是量性的转化与升华，然后就给大家讲量级，今天讲的是量形，对吧？量柱的形态和品质，周末给大家讲量性的转化与升华，最后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这个量级的确认与划分，后面开始。接下来开始就给大家讲梁祝·情障亭的6个元素，还有以及梁祝·情障亭的6个层面。这样的话还有好多课时呢，还蛮很多的课时，所以一开始有的同学觉得我这个增加收费了，实际上我就是减少收费了啊，减少收费了。真正要排的话，排2期的排好了，2期课程，这个。我才按照一个月1个半月的给大家，所以要赶时间。跟大家基础打好以后，接下来我就想就带领大家更多的实战啊，更多的就按照量学思维这个操盘体系去进行啊。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把我这2天行情的思考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这个大盘今天很有意思，对吧？本来按照昨天的表现，今天应该是下跌，至于跌到什么样，会不会大跌，那是另外一回事。正常情况下，今天应该是下跌，但是今天却没有，早盘没有下跌，上来就高开，开的点位也非常有意思，2660点。正好开在昨天的阴实顶之上，阴实顶也基本上40.50了。昨天的阴实顶是2659.84点，今天2660.09点，一个点不到，就开这么高开，对吧？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这个里面就是我们量学不听消息，对吧？不看指标，不管行情，不听消息。但是这个不听消息，就是说我们只要按照量学的标准操盘就可以了。从今天来说，今天之所以高开这么多，就是因为隔夜美股大涨，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就是隔夜美股大涨，结果我们今天上来是高开，对不对？那么白马密探在给盘前看了以后，给大家的提示，是不是看看能不能站稳这个开盘价？实际上，这个开盘价就是上限。如果站稳了，向上进攻，那是好行情。可是它事实上它没有，很快就下来，对不对？所以说早盘是建议大家手上有票的和大盘同节奏的股票就应该是高抛。高抛之后，实际上还是我一直是激进的朋友可以操盘，稳健的朋友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小心一点，仓位不要重，对不对？仓位有的时候短期被套一点点很正常，同学们这一点心态要有，在股市里不可能不被套的，包括白马密探也不可能不被套的，懂吗？就是说
关键仓位要管理好，要控制好啊，不能出现大仓位被套的现象，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后来这个波形也不健康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从消息面，该跌没跌，是因为外围股市的影响，但是它今天最终还是跌了，对不对？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下午上不去，一路下跌，而且创了新低。这个最低点创了这几天调整的新低，收盘也创了调整的新低，成交量呢倒是没有明显的放大，哎，也就是杀跌的动能并不是很足，杀跌的动能并不很足，所以跌是跌了。所以同学们就是，第一点体会吧，就是消息，听消息可以量学，完全可以做到不听消息。如果听了消息，今天操盘，反而会容易受到误导，什么意思？哎，因为利好啊，外围大涨啊，所以早盘涨的时候，有些人就冲进去了。今天早盘没有宣量学的，啊，没有宣量学的，好多人或者是说全部，今天早盘肯定冲进去了，因为有买就有啊，有卖就有买，对吧？有卖就有买，有买就有卖。那么今天早盘，那么肯定有人买，对不对？那么今天早盘买的，当然买对的股票可以，但是有的就是买错了，就是从大盘的角度，今天早盘买肯定就错了，对吧？而且最后是下跌了啊，这是从消息面。第二个那么今天今天这样一走的话，今天缩量，走新低，会后市会如何呢？可以跟大家说，如果这个位置啊，这种量价关系，这种量价关系，如果是在比较高的位置，啊，相对比较高的或者下跌途中，啊，你看大家看前期我跟大家比较了，对不对？像这些位置呢，它跌，最后就杀下来了，对吧？包括这一个地方，它跌也杀下来了。那按照这种量价关系，如果在高的位置，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说，同学们，赶快给我逃，对不对？赶快跟我逃。但是呢，在这个位置还是有点说不出啊，有点说不出啊，因为这是相对的低位底部，啊，这个有可能跌，还是有可能跌，因为从这个高量柱中，按照实底来说，它实底比较破了，昨天破了，今天又破了，那么明天呢？对不对？所以说明天有可能还是要下跌，但是这两天的行情表现给我感觉有不是那种很跌得动的那种感觉，啊，跌得动的感觉，就是震荡的非常剧烈，包括从这高量柱后面这一天开始，对吧？啊，这个就震荡啊，好一些。第二天啊也比较好的，因为从昨天开始大家看，对吧？上下上，上下上下，这就很厉害。今天也是的，对不对？早盘高开，啪啪啪下来，上去，再下来，再上去，下来，上去，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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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而且这个尖角波啊，这个是尖角波，非常的多。非常多，就是这个主力想干什么呢？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这个他有的时候他就是通过盘中的震荡啊，连续4天了，对不对？盘中震荡来消化筹码，啊，他这么来玩，到底是不是出货呢？啊，是不是就出货了呢？啊，这个就是值得我们一起思考的啊。我把我带着思考性跟大家交流啊，从这个。这两天分时表现，有不排除，还包括大盘的位置在这儿，不排除主力采取横盘震荡的方式来洗盘，也就是不一定会下跌的很深，哎，不一定的下跌的很深，啊，这是我的思考，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个正常态，还是要看跌，对吧？看跌防涨。哎，看跌防涨，这样好不好？哎，就是说我们预先分析到位呢，心里说控制风险，但是有机会我们就捉。
在跟同学们的建议就是说，你看准机会你就捉，你看不准的时候你就给我稳健，你就给我观望，好不好？哎，我们这样一个思路啊，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如果真正好的行情好的时候呢，确定性好的时候，那我们就大胆的做多。也就是我们刚才通过分析这个量刑里面，它是真正的量柱的本质，它是多空双方在某一个阶段这个争夺剧烈争夺之后的对内平衡柱，对内平衡柱。那么它是平衡是暂时的，对吧？平衡是暂时的，那么这暂时的它当中有蕴含着倾斜，对不对？那么这个倾斜就应该是跌啊，应该是跌。就是说，这个盘面又跟你跌不动，按道理今天应该跌的再深一点，既然跌了就深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就是说不着急，今天不跌不代表明天不跌啊，今天不跌我明天跌给你看，因为今天它已经震荡的比较厉害了，对吧？然后从分时量的成交量啊，下午还是阴量放大的，尾盘这个地方，哎，好吧，看跌防涨。让这同学们同意吗？那我讲的明白吗？啊，应该是从量价限购来说，应该短线应该还要跌啊，看跌防涨。那么我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太极线，调整了一下，这个太极线啊，就是大阳太极线。那么这个呢，就是王牌柱啊，这个背量王牌大阴大阳，就是大阴大阳背量王牌。像这个取这个大阳的实体和王牌的实体连线。那么明天大家看形成个依托，对吧？一个托，如果这能够支撑着回升也是很好啊。这是，那么这个三线，我看了一下，明天的三线下限，设置在2620点附近。这个我结合王子老师的设置啊，那么同时还有这个假阴真阳的顶2617点，主力的2621。不要有效跌破2621，又是这个大阴的 RUA 是2621，对，这个阴的 RUA 是2621，这个阳的上三一位是2620，架腰2620，所以从动态平衡的找平衡，这个位置也是重要的，所以2620点老师是这么来的啊，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反正明天下限就是2620到2617点，在这个区域，好吧，不破，我们再看量波，结合量波把握机会，这个到时候再跟大家讲。那么上限的是这个收盘价啊，收盘价做到了中线，上限今天的 RUA 是2647.33点，2647.33点。那么我综合取点的话，那么2647也可以，然后再结合这个高量柱的实体2649点，也就上限取2649点，就是这么取的话，这么取三线的话，明天也应该是下跌，对不对？应该是下跌啊。如果该跌不跌，我们就结合量波进行，这是一个。大盘指数，我跟大家这么简单分析一下。那么从热点这，从影响大盘涨跌的关键还是金融啊，同学们看是吧？然后我就在这看来看去，这银行还能跌吗？这个银行板块如果跌不动，它要启动的话，大盘就下不去啊。就是从这个银行板块这个指数表，他们倒是价跌量缩的，缩量柱，对吧？缩到极点啊，这个已经极阴次阳。今天是假阴真阳，假阴真阳的话，它是怎么样啊？又是缩量的，它刀刀是要涨，它如果涨，大盘就下不去，对不对？同学们说，这个招商银行啊，招商银行如果这个一涨的话，不都很好吗？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宁波银行、张家港行，对吧？哎，就是这个银行板块给我看了一下。它就要跌不下去，然后是保险，保险今天可能是跌的，跌的也本来还涨幅居前的，冲高回落，
对吧？但是冲着保险板块指数啊，它也是量价关系也还好，他们这个就是缩量的，对不对？就是缩量的，所以像这种没具备明显反包的可能性，今天来那个假阴真阳，所以保险板块跌不下去。那么只有券商板块，是不是？只有证券板块能跌，证券板块前面涨多了，对吧？涨多了。涨多了以后，这是高量啊，今天它哎冲高，对吧？也是冲高，然后回落，那是这个证券板块，但是量也整体来说也还比昨天是放量，但是比开始的是量还是缩的，也就是放的不明显，对吧？所以这个券商板块就是，要么券商板块还会下跌。是不是券商板块还会下跌？啊，券商板块下跌，但是券商板块里面，同学们看啊，这是新股，新股，我们倒着看，天风证券新股跌是正常，对吧？涨多了，长城证券也是次新证券。那么国海证券对吧？国海证券它是涨高了，它这一步是从一下子接近翻倍，它这个涨得很牛，对吧？而且大家用九阴真经，九阴真经的话，这个阳的高位的阳的二阴位，对，二阴平衡位破了就撤退，对不对？这只股票应该先出了，我也原则上不再关，不要去关注了，对吧？当然这个高亮柱在这边。顶部涨停板，顶部站在，而且这个阳的这个二一位破了，我看看啊，这个是阳还阴啊？这是阳，阳真顶已经降低了啊，真顶降低了，然后出现一个放量阴，这个阳盛进，阴盛出，这一天是不是双向阴盛？对不对？双向阴盛，这应该出，在临界点就应该全部出掉。如果还没出掉的话，大家注意这个涨停板的二一平衡为4.65块，今天的破了1分钱，对不对？这是涨停板的二一位，如果破了，明天再往下破了，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分间奥底，那么就后面叫下跌就比较厉害，所以它呢可能是影响啊，这只是跌的，这只不要当家叫小心了啊。那么当然涨的话，不过二一位就要出货，有的话。好，另外就是中信建投，中信建投它今天跌的比较厉害，但是这只股票我觉得它这种量价关系，它这种量价关系给我的看待，它后面跌也是上涨途中的调整，它后面还应该要起来，因为这量都是缩的。这个涨停板是缩量，后面上涨全是缩量的，那么这种调整之后还应该有机会，还应该机会啊。华兴调整，对吧？华兴调整涨得比较高一些，也是涨得比较高了一点。海通啊，海通比较权重一点，这些在下跌啊，盘子大，影响了啊，影响大盘。但是这种行情不应该结束，太平洋涨高了，对吧？太平洋明显涨高了，太平洋涨高，它就出货点，这一天应该减仓，对吧？这一天减仓，然后破了这个二一位又要减仓啊，这差不多这两个合在一起，这个二一平衡位又是高量柱要出，今天收盘还破了这个高量实体，对不对？那么后面再跌就应该先出来，出来以后等它企稳再说，这个高量虚底极限是高量的虚底。说的什么是假阴真阳？大盘是吧？啊，所以这个呢也是短期升幅达标了，它已经涨这么多了，对吧？对，西南证券也可能见顶了，对吧？东武证券也有可能见顶了，这些券，但是缩量，像这些都缩量，对吧？这些缩量不强，这都缩量，这些缩量。中性的，这个都是缩量的，这些冲长冲，如果大盘见底的话，这些票应该没结束。华西证券，
招商看一下啊，这些票跌的比已经跌的比较多了，招商证券这个都跌了，国远证券也涨的比较多，对吧？也比较多，这个高量一破就不行，对吧？高量破的票一定要注意啊，高量破的票，后面再讲啊，高量破，国远证券、地业创业、国金证券。啊，这个也涨得高，但都缩量。华安证券缩量，这个还涨幅不高。宏深外宏远那也不高，涨得也不高，但都在缩量。要么券商还这个也缩量，这个缩量，缩量，啊，我们说缩量柱是不是？缩量柱是什么？这个交投比较清淡，对吧？这个犹豫不决啊，这个缩到极点就怎么样啊？到了一定极点的时候，它就往往就是这个就是量价同步的，对吧？哎，价跌量缩，量价同步，但是到一定极点它就会起来，就会上涨。南京证券这个走势。还比较健康的，对不对？也是缩量，也是缩量的。中原证券涨得还比较高一点，南京证券涨得也可以了啊。这个缩量调整，缩量柱的用进来，这个涨幅都不高的。中国银河今天本来要涨的，对吧？这个应该涨幅也不高的，这种票应该涨幅不算高。今天是假阴真阳。锦龙今天属于强的，对不对？这个按道理，这点涨幅算什么呀？都不算什么，对吧？这个是一个小二江分，对不对？然后过分保顶，左侧压力大一点，再做趋势。今天还是个背量阳，背量柱是内有雄心的温度计，对吧？这个明显的异动，国信证券。国信证券这种也是背量，量价这个这里面有一点点这个叫做背量伸缩啊，当然说善意啊，背量伸缩，这个票按照背量伸缩的话，这票还没完，有可能还要涨，对吧？我们要跟踪看看它接下来的表现。那么就另外就是哈投，哈投实际上涨幅也不高的，对不对？也不高的。今天涨停打开，所以这里面有分化，证券板块有分化啊，这个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关键看一下证券的表现，决定了大盘的涨跌，这是从大盘的角度。那么从激进的朋友啊，稳健的朋友，大家就盯住这种金融，一旦跌不动的，一旦跌不动的，且缩量到位了，我们再去关注。啊，激进的朋友的同学们呢，就是大家这两天给你们讲注册制，今天可资源，对吧？可资源它就是，它就是跟注册制相关的，还是要就重组了，对不对？你再不重组的话，注册制一上来的话，这些企业的话就不行了。第二个 ST 板块，对吧？ST 板块现在批量涨停，批量涨停。一回事儿，你们再不想办法，这里面好多樊国 ST 就是武汉樊国，对吧？那个宝千里、中人银溶业，这些你再不想办法，你最后就要退市，你就退市，你不想退市你就想办法，都是跟注册制相关联的，好吧？然后低价股，来看，一定要跟上市场的特点，低价股就是我们老师讲的三低。对不对？低价、低估值、低市盈率，包括低价，价格要低，这里面就是机会。另外一个就是小盘股啊，盘的比较小啊，这里大家一看，小盘股这里面20多只涨停了，20多只小盘股涨停，对吧？就是日点，当前的日点，基础的简单一点，就是三低。主要是还是可资源，就是跟注册制相关联的，
啊，时间关系，因为今天比较晚，不然的话跟大家一起再看看一，像这里面大家自己可以做做文章，就在这里面选啊，几大板块大家看到了啊，就是可资源 ST，现在 ST 能连续上涨，有一只 ST 都没注意，它连续已经一波的都接近翻倍了，哎，所以说 ST 股这时候还可以适当的关注啊，然后就是低价股。然后就是小盘股，大家抽时间在里面再研究一下，这是一种方式，找那种奥迪，今天还是奥迪淘金跟回马枪，像这种标准的，对吧？这种是比较标准的奥迪淘金啊，还是奥迪淘金，奥迪淘金，对吧？啊，这种一定要找这种低位的。对吧？那低位像这种高量成交火热的标志，对不对？哎，主力已经在这吸筹了，然后价升量缩，对不对？价升量缩，哎，正好今天学习的这东西，对吧？价升量高量柱主力进来了，再加上价升量缩，它就控盘了，对吧？然后也是奥迪淘金的型的，就是睡阳慢升，就是王牌柱奥迪淘金。那奥迪淘金形态。对吧？这可以说是回马枪结合着假阴真阳回马枪，这是奥迪淘金，奥迪是回马枪的，好吧？回马枪，奥迪淘金，这是回马枪比较漂亮的回马枪，这就是这个除了连涨的啊，这个就小刚，这只股票同学们太可惜了，我自己都后悔啊！我是这一天跟大家一起选出来的啊，我还没做这只票。做这只票的话，这一波大家看就不高抛低吸，做了波段的话就更棒。没有做波段的话，这只股票已经百分之，我们老师在做，俺们王子老师做的啊，王子老师一直做这只股票，所以这个升幅已经有50%了，50%了，就1个月时间，正好从这个地方是10月8号到这个地方是谁？今天是10月8号。1个月时间涨50%，如果盯着做高抛低吸的话，那就是更漂亮，更漂亮。所以真的太棒了啊！这种票就是不是奥迪淘金了啊，这个是不属于奥迪淘金范畴，它这个虽然就另外的范畴了，那叫什么呢？这个很强势呢，这个啊走出奥迪了已经。就是奥迪，那么这个同洲电子回马枪，这个很漂亮的回马枪，这个万方发展这个是海台发展的回马枪，这个是连续涨停，好，看两只啊，看两只，时间关系稍稍看几只，那么华控股今天，所以激进的有的时候激进的就是要控制风险，这支票。你看，今天我推荐，后来涨停就很好，但是量放出来，这也是背阳，也是健康的。但是这只股票它就打开了，对不对？像这种看起来确实很强的，哎，早上一分涨停，但是后来风吹草动，它就打开了。哎，你做这种股票，你就要冒着一定风险。那么明天缺口不补回，反过来这种票明天只能上涨，不能够上涨的话，不过着 RE 位，那么。好的话，不过 RE 位你就要跑；如果往下跳空的话，拉拐就要出，先出来，对吧？对，这样做了，像这种就是激进操作，你就要有应对的措施，必须知道怎么做才行，好吧？总之就时间关系，就简单就说这么多吧。啊，今晚就说这么多吧，明天具体的我们盘中再和大家交流。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总的还是看跌防涨。看跌防涨啊，如果要涨的话，还是大金融很重要，大金融很重要。另外呢，还就是关于柱赤子相关的这种改革，从涨停趋势的就是奥迪淘金，奥迪淘金，好吧，同学们，这样讲清楚吧，大家思路清晰吗？大家大的思路清晰了，我们就好应对了啊。然后盘中我给大家提示，大家马上就心领神会，心领神会，知道如何应对，好不好？清楚吗，同学们？思路清楚吗？啊？
好，清楚我就放心了。嗯，我们就是说，先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对吧？有一个整体的思考，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参与，什么情况我们不可以参与？参与的标的是大概是什么？有个预期，哎，啊，如果第二天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操盘；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可以空仓等待，不要着急，对不对？没看准的时候不要操作，看准的时候我们就操作。那么具体到有看好的个股，在大盘没有大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个股看看能不能操作。大家都先围绕着我们这个当前的热点去找一下个股，哎，心里有一个预先的准备，一个计划性。好的参与，不好就不参与，对吧？哎，那么就做就可以了。哎，这个好的，那就行。那就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还要写一下这个小结，还简单的写一下，把我们的收盘小结，这样，写出来同学们就很清楚。好，今天的小结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祝愿大家等一会儿就好好复盘，能够找到牛股，好吧，享受涨停或者涨不停。